全聚德现在推出了一个四人套餐优惠，一只全聚德烤鸭加五道菜加一只汤再加两只点心，侬只要花一只烤鸭价钿，四个人就好吃了。套餐里向用的是一整只全聚德的烤鸭，标准还是他老早一样，必须是从北京空运过来的甜鸭，生长周期辣盖七周左右。而且重量是达到六斤，烤熟的鸭子按照老早流传下来到现在的方法烤好，重量辣盖2.7斤左右。打面现场切片，但是一定要按照伊拉的标准，脆皮十片弄好再当切。两边鸭胸各20片，鸭腿各25片，总共不小于90片。按照伊拉讲法，搿只数字批出来，切个皮特肉比例刚刚好。按照老切法，脆皮再挨糖切。接下来蘸酱加黄瓜小葱卷到饼里向去，面皮的香味道再加上鸭子的香味道，搿个几种味道混辣了嘴巴里向，一口下去，平常来减肥的朋友还要多吃两口。不要觉得除脱一只鸭子，其他菜就是小菜了。套餐里向还有一只糟香石鱼，是我上海人晓得吃介多，而且伊是特酒糟一道蒸出来，肉嫩的不得了，而且细腻到糟了。除此之外，菜里向还有个白灼广东菜心、辣子双脆和一碗鸭汤，两菜还是蛮有特点的。猪肝、鹅肝大家侪吃了，搿搭有的特色的是盐水鸭肝，还有的搿只叫烧焦鸡蛋肝。甜品有的两道，一只豌豆黄，样子做了蛮好白相，吃起来味道也蛮赞。还有一只九酿鱼子，搿两样样子一顿四人烤鸭套餐，门店价788块。现在阿拉帮侬打3.8折，只要298块，也就是一只烤鸭价钿，四个人就好吃饱，算下来人均70块左右，还是相当优惠。搿只活动，淮海中路和浦东两家店侪通用，勿管是侬中浪向还是夜到，还是节假日，啥辰光侪好用。搿能介样子只套餐，喊朋友，特指屋里向人聚会，侪好吃吃，性价比相当不错。我在上海，大家都在。